这一集啊，我们逛台湾游鱼乡的时间呢，要来个好康大放送哦。除了要带大家到台中的无栖渔港，愉快出海去找寻中华白海豚的踪迹，以及认识在地的延伸钓鱼法之外呢，我们还要到日月潭啊，去认识在地的独特渔业文化哦。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吧。今天娱乐新世界的大船开往的第一站是无栖渔港。无栖渔港位在台中县清水镇，地处台湾中部，拥有面积广大的渔获直销中心，以及设备完善的游艇码头和滨海休闲公园，是一处集合渔业生产、观光、休闲、娱乐的多功能渔港。啊，咱这个所在地就是伫啊台中县五栖渔港吼，啊各位啊所在。啊，咱五七港的这直销中心哦，从民国83年到99年，这已经有10几年的历史了吼。啊，已经时间久了吼，一挂设施老旧，啊一挂这个硬体吼，要搁改善，所以呢，政府呢，这几年也有拨一条啊一六的经费呢，要过来起新的迄个直销中心。啊啊，想说要来发展咱的观光事业呢吼。啊，相信这一两年的这个时间内吼，一定会让全国的这消费者甲咱的这个游客吼，也带来一个崭新的风貌。无栖渔港是台湾中部相当重要的港口，港内设施呢十分的完善，是个停靠像这样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渔船。那今天呢，米总要带大家一块出海去咯，要去认识这边在地的延伸钓法。延伸钓法不是只能拿来钓像黑尾鱼、旗鱼这样子大型鱼类，究竟延伸钓还有哪些奥秘呢？现在啊，船长他们已经开始在做出海之前的准备咯，我们赶快去瞧瞧吧。你好，哇，船长今天要带我出海，对不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是在开始做那个出海之前的准备。哎，准备工作。那你整线呢、啊？现在是在整线，对不对？对 对, 对。那像我们看到啊，哇，大家看到这密密麻麻的都是鱼钩。对，都鱼钩啊。那哇，这些鱼钩都这样子一根一根这样子很整齐的这样子排耶。哎，那我们如果啊，就是不好好的，就是按照顺序这样子的话，那会怎么样？不按照顺序的话，你要下去的话，没办法下了。真的啊？我全部乱掉啊！哦，所以一个环节出错了，那整个环节都、啊、都出错。你要一个过错的话，你这边跑到这边来啊，那这边全部都乱掉啊。所以其实啊，出发前的那个准备工作，真的是一点都不可以马虎，对不对？郭大哥说，整线是他们作业前相当重要的工作。线材整理好，可以让钓级杂鱼延伸钓作业进行得更加顺利哦。郭大哥，你现在这个动作啊，是开始在那个你们勾饵勾饵吗？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要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啊，然后按照顺序，对对对，一个把它放那个我们今天的饵。哎，这个饵是鱿鱼，鱿鱼，鱿鱼，它的肉质比较嫩，那我勾下去放在深水里面呢、啊，不会掉。那像你们勾饵的鱼种啊？鱿鱼之外，对，鱼饵还有虾子也可以啊。虾子，还有那个炸弹鱼。炸弹鱼？你是说我们一般吃那个柴鱼的炸弹鱼吗？哎、炸弹鱼，鲨鱼都可以啊。可是你们怎么用的鱼啊，都感觉特别好哎。没办法啊，因为鱼喜欢吃那种肉啊。哇，所以我们要钓到丰富的鱼货呢，首先我们的鱼饵也要非常的要看钓什么鱼就用什么鱼肉了。嗯。好的，现在呢，现在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我们马上就出发喽，拜拜。郭大哥说啊，只要海浪不大，天气许可的情况，他们就会出海捕鱼，所以他们的生活几乎是全年无休的，非常辛苦。大哥，我们今天这样子出海啊，那我们大概要多久，开多久可以到达我们的渔场？有时候看什么钓什么鱼啊，嗯，有时候我们跑了很远啊。那是有多远？你们最远到哪边去？最远哦，他们要开6个小时啊，那个海峡中线啊。哦，台湾海峡的中线是不是、到那边去？海峡跟大陆中线那边啊。那你们这样一次出海大概要多久时间？差不多48个小时，48两天。哦，两天48个小时哦。对对对。那我们一般呢、出海捕鱼啊，除了船长你自己本身之外，那我们加上渔工有几个人？3个，总共3+1的。3+1等于4个渔民，四个渔民，然后就是包含船长这样下去。对对，工作比较方便的。哎，郭大哥，那我们今天要去的渔场啊，在哪里啊？
哦，这是我们捕鱼人的一个秘密啊，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哈，秘密？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拜托你跟我讲啦。跟你讲没关系，对啊，别人知道，然后其他被钓鱼就被他们钓光了啦。好吧。不管米酱如何追问，郭大哥坚持不肯透露他的私房渔场。看来啊，只好跟他走一趟，才能知道他的私房渔场在哪里喽。我们在海上呢航行了5个多小时之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郭大哥的秘密基地了。刚刚啊，郭大哥，你一开始有投那个浮标，对不 对？那它最大的用意在哪里？就是方便等一下回要收的时候方便找位置。哦，做记号，定点记号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投饵了？对 对，开始投饵了啊。钓起杂鱼延绳钓是由主绳绑上支绳，支绳下端绑上鱼钩，并钩有鱼饵。郭大哥每一条延绳鱼钩总数为300只，放流长度可以从数百公尺到数公里。郭大哥，我们那个饵啊，投下去之后大概要过多久才可以把它收起来看有没有鱼？然后半个钟头就可以收起来了，啊，收了前几张，差不多3-4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全部收完了。哎，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始收网了？可以啊，可以啊。现在郭大哥和船工们就要把放出去的盐绳收回来喽。希望啊，今天是个大丰收的好日子。收绳作业之后呢，江江，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渔获。郭大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捕获到哪些鱼？这是海鳗。这是海鳗，哇！这是海鳗。海鳗呐、啊，它长度很长，而且它非常的厚哦。它的那个肉有没有很粗？这一条。这回行了。我知道这一条呢叫做花生，也就是回形纳。那这个回形纳它其实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我听之前啊就是有听渔民说啊，它是说白口啦，白口鱼，白口鱼也算是我们台湾啊就是西部沿海很常会捕捞到的渔获哦，白口鱼。你说什么？这狗仔队？为什么那是狗仔队？我们讲的是讲狗仔队啊，高阶啊，狗仔啊，狗仔。肉鱼大概是最好吃。九楼啊，九楼啊，九楼啊，哎，这个我就没看过嘞。九楼啊，九楼，我们一般这边也常捕到这样子的鱼。对对对。哎，郭大哥，那像我们今天捕到这些鱼呀、啊，我们上岸要怎么去处理？哦，到台东鱼市场。就送到台东鱼市场直接做贩卖，是不是？乌溪鱼市场，直接交给渔会去贩卖。哦。像那个乌溪渔港还蛮热闹的，会不会也是给他们那边餐厅去做料理？对对对，也是有，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一趟出海啊，让米酱更了解就是盐绳钓在海上整个作业的实际情形，然后让我感觉得到呢，就是渔民这边他们在工作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郭大哥。杂鱼延绳钓是利用一种延绳，在每个固定的距离绑上有鱼钩和鱼饵的短钓线来捕鱼。钓及杂鱼延绳钓可以投放于不同深度的位置，以捕捉不同种类的鱼类。鲸豚类呢，通常都是栖息在水域较深的海域里面。可是啊，在台湾的西半部沿海，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到中华白海豚的踪影哦。但是这种豚类的数量非常的少，可以说是台湾国宝级的保育类海洋动物。那现在呢，咪酱就要带大家一块出海，和这些海中的教客做近距离的接触哦。我们现在就出发咯。现在咪酱就要搭乘从台中无锡渔港出发的赏豚船出海，找寻中华白海豚的踪迹。希望今天呢、有机会目睹中华白海豚在海中求泳的风采。我们现在呢
已经就是在这个娱乐渔船上面，那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啊，就是要去找寻珍贵的中华白海豚。在秘藏旁边呢，是我们今天的可爱导览员吴小姐。吴小姐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中华白海豚啊，大家都会叫它妈祖鱼啊？这是因为白海豚它主要出没时间就是在三四月比较风平浪静的时候，那刚好就是农历的3月23号是妈祖的生日，那传统的民间就称它为妈祖鱼。哦，原来妈祖鱼的典故是这样子来的哦。那像中华白海豚啊，它们主要出没的海域在哪里？它们主要出没海域就是在大甲溪沿岸这边，然后到南边到万山顶之后和嘉义的沿海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迹。哦，所以主要是台湾的西部沿海，对，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其实我们一般呢、啊，对于那个海豚啊，还有那个一些就是鲸豚类的印象，就是它们通常都是出没在比较深的海域。可是听说中华白海豚，它在沿岸可能三里之外就可以看得到它们的踪影了，是不是？对，它是比较特殊的鲸豚类，因为它主要觅食的地方就是在水深不超过15公尺的地方，所以是比较沿岸的地方。哦，哎，那可以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中华白海豚它主要的身上的特征吗？其实我们看到中华白海豚，它的身体会是呈现粉红色，那会带有一些灰色的斑点在背鳍的部位，这样。一般来讲啊，我们听到中华白海豚，会以为海豚身上的颜色是白色的，原来它是粉红色的哦。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看到它的时候，它都是在活动中，所以它是血液循环的颜色是让它变成粉红色的样子。目前出海大约有7成的几率可以看到中华白海豚，民众在观察中华白海豚时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免惊吓到它们。那我们现在看到白海豚的数量会不会很多？目前大概只剩不到100只了。那因为白海豚它的平均3到4年才会有一胎，那它平均寿命是30到40岁，那它从幼年再长到成年还需要10到12年的时间，所以是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那白海豚它在幼年的时候它是呈现灰色的，那到中年的时候会慢慢褪去灰色的颜色，然后会有留一些斑点在背鳍上，那到成年的时候才会长成完全白色的样子。哇，那像是我们一般游客啊，就是也想要来这边观测中华白海豚的话，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时机、什么样的时间点是最好的呢？那在一年的时候，大概是3月到5、6月这段时间是比较容易看到。那平常一天的话是中午这段时间，因为白海豚要出来觅食，那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它。而且其实我知道现在中华白海豚啊，就是我们台湾的保育类的海洋动物，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好好的爱护我们台湾的海洋资源，让我们珍贵的海洋资源可以好好的经营，永远的就是永续经营下去。这群出没在台湾西半海域的粉红礁客是台湾海洋生态的重要指标，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爱护中华白海豚，让台湾的海洋生态可以永续经营下去。想要一睹中华白海豚的风采吗？台中吴清渔港外海是您不错的选择哦。目前在台湾西岸沿海出没的白海豚，经过国际专家们证实，是属于栖居台湾海峡东侧的特有族群，因为数量非常稀少，目前是世界保育联盟 IUCN 鲸类行动计划中第一优先的保育物种，也是华盛顿公约一级的保育类动物。新世界要拜访的第二站是日月潭。日月潭位于南投县鱼池乡，南投县群乡环绕，为中部各大水系的发源地，溪水清澈，盛产溪虾溪鱼。日月潭水域景色如画，为台湾知名的最大湖泊，也是现在国内热门的观光景点，更是大陆观光客来台观光的最佳首选哦。日月潭景色优美，也盛产了不少的鱼类，像是有曲腰鱼、奇力鱼以及潭虾等等。其中呢，曲腰鱼更有总统鱼的称号哦。
听说啊，在早年的时候，先总统蒋公来到日月潭构思国政的时候呢，曲腰鱼是必点的美食佳肴哦。大家想知道日月潭还有哪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渔业吗？我们现在就一块去瞧瞧咯。我们南投县气会是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有到现在，南投县就是唯一是淡水的渔业，不靠海的渔业。那现在我们渔业发展得很快，因为我们日月潭呢有很多就很珍贵的鱼，就是奇力鱼，还有潭虾，还有我们的草鱼，还有中筒鱼啊，都大部分是送到我们这边的观光的餐厅。嗯，那现在大陆客哈来了很多，所以我们的渔业哈也现在很在餐厅也供不应求了，这是我们渔会哈以后要发展的目标。来过日月潭的民众呢，都会发现啊，在日月潭的岸边停靠着一艘艘的渔筏，而且上面呢、还盖着一栋像房子的建筑，以及大型的吊网。这个呢，可是台湾原住民少族的捕鱼智慧哦。那究竟日月潭有哪些具有文化特色的渔业呢？我们现在赶快去瞧瞧喽。那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的导览郑大哥，郑大哥你好，你好你好。郑大哥，我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在日月潭上面设置渔筏？设置渔筏本身是为了捕鱼嘛，他就直接在水面上盖起这个渔筏啊，你上面盖房子，像陆地上一样养鱼养鸭啊，还有就是抓鱼，一切都在水面上。啊，他们会设置一些，就是说像浮田之类的哈。浮田，对，是浮在水面上的田，对不对？对对对，很聪明哎。这个浮在水面上的田，这个是早期移民是用来种植一些蔬菜自己用的，后来演化到说让鱼群产卵，鱼群会啊栖息在它的根部那个地方。我懂了，它的那个就是植物的那个根部会向下延伸，有没有？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细缝啊，这个就好像那个人工鱼胶，人工鱼胶就是投人工鱼胶一样的那个，好像类原理有点类似。对，烘完出把浮田弄成一像花园那样的，也算是浮田，也是花园的，像花园就好像那个水上花园一样。对对对，感觉很漂亮，还不错哎，我觉得。不错啊，感觉就是还蛮惬意的。那那边是渔筏嘛，对不对？那它是定置在水面上的嘛？对。那我们现在呢，就要一起坐着这一艘动力渔筏到我们那边定制渔筏去看那边特殊的一些渔业文化，对不对？好。好，那郑大哥现在就带我们去看看喽。哎，郑大哥，像我们后面呢、就是很大的那个网子，那是什么网子啊？那是现在哈、少族传统捕鱼的那个四叫四角钓网啊，就是把网子啊、用四个枝杆把它吊着啊，但是四个枝杆里面哈、它有空气，它要苦中补充它的浮力，补充它浮力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人的力量才可以拉上来啊。啊，这个是用杠杆原理，它要有一个角度，那杠杆原理啊，这是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用放下去的时候。放电灯，它有聚光性。我们光线一打下去之后，哈，有浮游生物会过来。浮游生物过来，他们就要进来吃那浮游生物。啊，这个房子是渔民在作业的时候，他要休息，还有放一些渔具用的。以前的船坞都是这样子的大小吗？大部分啊，但有些是比较大，可以一家人都住在这上面。而且我发现它材质是不是都是用木片做的？对，是竹片跟木片。它是有什么样子的效果吗？最主要是冬暖夏凉，还比较容易取得。哦，比较容易就是取得比较方便这样子。对对对。大哥，现在后面好像有人在作业。对，他就要把那个四角钓网啊放下去，到明天早上再拉上来。所以现在是白天的时候，就是主要在做放网的动作。对对对对对，但是傍晚的时候放下去嘛，啊，明天天还没亮之前要拉上来。所以你们都是白天放完，然后大概凌晨大概4点5点的时候，四点多哈、不能天亮，一天亮了就没有用了，抓不到鱼。经过了夜漫长的等待，现在郑大哥呢就要带我们去看到底四角钓网可以捕抓到哪些鱼货呢？待会就知道喽。哇，现在要准备拉网了。对，要去网了。所以要把绳子的拉就可以了，绳子慢慢的拉，不能太快，不能太快，为什么？太快惊动鱼群。你拉的时候要没有声音了，要慢慢的。好，那现在，哇，我看到网子了。
起来了。哇，那个网子面积好大哦！我们看有哪些鱼，郑大哥。哇，真的有鱼耶，郑大哥。有而且我觉得它那个种类啊，鱼种还蛮多的。有大头鲢，有中筒鱼，还有红魔鬼。红魔鬼，我记得好像是观赏鱼的种鱼耶。对 对, 對，那是外来种的。外来种。这边怎么会有外来种啊？是因为以前地震的因素，家里要整理水族箱，一些观赏鱼嘛，到达日月潭，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所以郑大哥的意思是说，有些民众啊，就是会任意的把家中饲养的鱼类，把它放到这个日月潭去放生。对，所以说现在延伸转了像群鱼那种的哈，还有那个中筒鱼、虾那类型的这。渔获量都大量的减少，等于快接近零。真的吗？哇，所以除了会就是破坏它的整个生态之外，还有可能造成生态的整个资源的耗竭。对啊，所以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就是不要任意的将家里饲养的鱼然后放生，要好好的爱护我们就是整个河川的生态。少族的祖先以日月潭为生，发展出浮田、四角吊网的独特渔法。下次啊，来到日月潭游玩，可别忘了体验少族人的渔业智慧哦。来到日月潭，除了可以搭乘游艇游览日月潭的湖光山色外，游客还可以搭乘缆车，从不同的角度俯瞰日月潭的美景，带给民众不同的视觉，领略日月潭之美。今天节目的介绍之后呢，大家对于台湾的渔业文化是不是又多增长一些知识了呢？娱乐新世界一直以来都是以最新最夯以及最有趣的渔业新资讯呈现给各位观众朋友，希望你们会喜欢。我是咪酱，娱乐新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我家都没了，整个都淹掉了，全部的东西都在这边，一夕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希望搁伫这个环境，从这个地方跌倒，这个所在变强。对我们自己本身的技术、养殖潜力，我们都有信心。全世界，大人就分享一下。你要吃石斑鱼，看咱台湾。